作者白日放歌，演播穆思维、墨玉千金。第2577集。张凡吃着干果，随意又问，什么事？我之前做任务的时候曾经认识过一个人，前天他到了平山给我打过电话，我们在饭店里面吃了顿饭，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些关于真龙的情况。张凡把最后一颗干果放进嘴巴里，脸上浮现出了一抹认真来，说说怎么回事？这人老婆得了癌症，非常需要钱，所以啊，他不是在接活就是在接活的路上。一个月前呢，这个人去了川区的一个叫做汇城崖柄的景区，一个第三境第三段的强者为首领，带领他们两个第二境第八段的人去寻找真龙尾。他是四个人里面实力最弱的，只处在第二境第四段。到那之后，他们用了五天时间在那里走了一圈，可是什么都没有找到，半点发现没有，就只能回来了。不过我感觉这无风不起浪啊，那里或许真的有真龙尾的线索。张凡闻言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放下手里面的干果，略作沉吟。最近我也没什么事情，找个时间去看看，顺便旅游一下。据说川区那边的景点很多，也都很不错呢。老方，你跟张先生一起去吧，也好有个照应。正在厨房里面和饺子馅儿的方小菊接了一句，方言也急忙把话接了过来。对，我跟您一起去。不用，我这次自驾游，沿途上一边修炼，一边欣赏美景，一边享受生活。张凡摆了摆手，他从老家出来以后，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处在忙忙碌碌的状态，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的玩一玩。那好吧，先生，路上注意安全呢。张凡点点头，在方眼家吃完了饭，跟方眼孩子玩了一会儿，张凡便回家了，依然也已经走了。既然决定要去川区，那便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。张凡把路上需要的东西整理好，第二天一早便踏上了去往川区的路，连续开了五个小时的车子，赶到了长安市。长安市是多朝古都，这里文化底蕴深厚，而且美食也是非常的多。张凡打算在这个城市里面玩一段时间，找了个酒店安顿好，休息到了晚上六点，便打车去往长安最繁华的夜市。在夜市门口有两个摆摊算命的人，不过张凡并没有从他们的身上发现丝毫的玄门气息，二人年龄和行为举止也不像是什么隐士高手，是神棍的可能性倒是很大的。张凡继续往小吃街的深处走，沿途看到了不少所谓的网红拍照打卡地。张凡到了一个售卖肉夹馍和红油凉皮的摊位前面，这也算是当地比较有名的特色小吃了。在张凡排队等着吃肉夹馍的时候，耳边传出了一阵的嘈杂之声，让开让开，快点让开。张凡循声望去，两名大汉满脸桀骜地皱着眉头推搡着众人，气势汹汹地往前面走呢。在两个大汉的身后，是一个手里面拿着防抖云台的打扮时尚的年轻男子。感谢大哥刷的火箭，感谢大哥的1314，咱们直播间已经快要有2万人了，家人们，咱们再冲一冲啊。连保镖都配上了，又是火箭的，直播间又快有2万人了，这网红应该不小。年轻男子周围还有不少的小迷弟和小迷妹们跟着，给年轻男子拍照录视频。这时候两个壮汉到了肉夹馍的摊位前面，他们用手臂使劲地拨弄着挡住他们行路的行人，两个壮汉硬生生地把正在排队的两个人从队伍里面推搡出去，而张凡正在那两个人中间。这时候那年轻男子已经到了张凡近前，他一边跟家人们聊着天，一边往前面走着。见张凡没有让路的意思，光头壮汉眉头一蹙，气势汹汹地对张凡说道，快点让路。张凡缓缓地转头反问道，这路是你们家的？我去。光头壮汉没想到张凡会反驳，而后怒哼了一声，你个小崽子，给你脸了是吧？壮汉一边说一边伸出大手
朝着张凡的脖梗掐了过来。张凡则一把掐住光头壮汉的手腕，往下狠狠地一蹬，光头壮汉在半空里面打了一个翻转，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上。一边的寸头壮汉看到这一幕，一拳便直接朝着张凡的面门砸了过来。张凡一个回旋踢，直接踹在寸头男子的胸口，伴随砰的一声闷响，光头壮汉的身体瞬间便是倒飞。他狠狠砸在一棵石柱上，而后又来了一个狗吃屎，呛得满脸是血。看到两个手下都被干倒，正在拿着手机直播的年轻男子脸上浮现出一抹愤怒。他是本地排名非常靠前的王红，就这么被打了脸，太没面子。年轻男子关掉直播，怒气冲冲地朝着张凡的方向走了过来。你他妈不想活了是吧？年轻男子看着张凡，显得颇为嚣张跋扈。张凡可不是给别人留脸面的人，扬起手来，年轻男子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张凡的右手便一把拍在年轻男子的脸上，啪的一声，年轻男子直接便摔倒在地，满嘴冒血。他望向张凡的眼神里充满了怨毒。小子，你他妈给我等着！他一边说一边掏出手机来给手下打电话。一部分人借着时代的浪潮猝不及防地火了，变成了网红，但是这些网红的素质参差不齐，素质好的会主动地扛起一些社会责任，而像眼前这个素质差的网红，扛起社会责任是不可能的，反倒会到处的耀武扬威，变成社会的蛀虫，引导不正确的社会价值观。张凡直接把那个年轻男子给拎起来，啪啪啪的在年轻男子脸上抽起来。不一会儿，那年轻男子的脸便肿得好像一个猪头一样。先生，您的肉夹馍还有凉皮好了。就在这时，摊位老板对张凡说道。张凡闻言一把把年轻男子丢在地上，问道，多少钱呢？嗨，您为社会做了贡献，我请您。没想到那摊位老板却是摆了摆手，显得十分豪爽。为社会做贡献，张凡一时间没有回过神来，等明白过来之后，冲摊位老板笑了笑，谢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留言。